什么事啊，舒哥？陈五哥挂他电话了。这也难怪他生我的气哦。没办法啦，丽丽说生就生，只好你先顶着他位子了，下次再去旅行吧。是啊，有假不能放，旅行又不能去，确实挺惨的。最惨的是我都付了钱了，现在到底要不要他一个人去旅行呢？总之被那莉莉害死了，她在我面前装得像个生孩子专家似的，最后她在电梯里生孩子，真丢人呢。喂，人家说要是在飞机上生孩子呢，一辈子坐飞机都不花钱。是啊，电梯里生孩子可一辈子免费坐电梯。是啊是啊是啊。舒哥啊，我要的是 BNT 公司的 fellow。 这就是 BNT 的，没错啊。你打开看看，这两张呢是莉莉的两个女儿的成绩表。哦，不好意思。你快去拿给我。哦，喂，舒哥，这个也不是传奇表，是莉莉的三个女儿的出世纸样本呢。对不起啊，舒哥 ，fellow 里面单据不是零用钱的单据，是普通的报价单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全都乱套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太乱了。没关系，又不关你的事。莉莉的东西呢，太乱了，难怪生孩子也生在电梯里。哎，你们看完莉莉回来了啊？哎，莉莉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很精神，话还是那么多，是吗？哎，肯定是 thank you 啊，小贤农啊，啊林的德，对不对？全靠 H5N1 和 OK 姐，莉莉才能顺利的把宝宝生出来。这次啊，你们这么帮她，莉莉出院之后一定会把宝宝过继给你们，是吗？哎，施恩莫忘报，我刘瑾捐钱做善事从来都不留名的。你捐过什么钱啊？你做过什么善事啊？我买齐了。阿月呢带了摄录机去拍宝宝，莉莉说呢有话要跟大家说。是吗？看看看看。啊，莉莉的样子很精神。你这混蛋，一群文艺，我先给你狠抽吗？你倒霉就算了，你还拉着我啊，害得我困在电梯里，害得我在电梯里生孩子。我明明感觉到这胎是儿子嘛。啊，你呀，害得我儿子一出来看见你的坏样子马上变成女儿了。你简直个人渣，贼心败类。各位，看看我老公今天有什么不一样了？修了修胡子，脱了一颗大痣啊？不是啊，剪了鼻毛。怎么这么笨呢？你没发现吗？啊，还是沙姐你细心。你们用力闻闻看，肯定昨天没洗澡哦。哎呀，你们真的没觉得我年轻了不少吗？这还是那么多的老人斑。哎呀，不是啊，他染了头发。是。哦，您看行不行？是我亲手染的，不错吧？看起来好像真的年轻了十年啊。是啊是啊，以前像70，现在像60。呸！你懂什么？你看他整个人精神多了。啊，你的穿说的确不错啊。那还用说？哇，好大的花旗参味。玉露知道我上火，特地冲给我喝的。哦，还不是那种十几二十块一包的茶包。茶包里有这么好的参吗？哇，真的是顶级花旗参呢。早餐 A。哇，金典哥，我有女朋友了，我不爱好这个。你放心，我也不是女的，我是喜欢你这只表。哎，这潜水表可是限量版。托熟人买要等3个月呢。我女朋友芬女买给我的。哇，今天董明远好像婚姻注册署啊，每个男人都是幸福的小男人呢。真是让人羡慕。搞得我也想找个女朋友了。小心呢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你胡说什么你啊？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。那我问你，世界上杀伤力最大的武器是什么呢？生化武器。错，是女人。女人就像无味无色无嗅的武器一样，杀人于无形，只有最蠢的男人才会上当。怎么我的头发全都掉了？哎，这么多，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。20块钱一支染发剂，幸好拿你做实验。本来我自己头发就不多，如果再掉的话，很快就变尼姑了。你拿我当实验品了？都说我别高兴得太早了，对不对？来来来来来，快请你洗洗吧，来来。喂，范女啊，啊，但是，沙姐啊，我下个星期五呢，能不能请5天无薪假？5天无薪假，你家里有事吗？不是，芬女说呢，想参加下个礼拜那个马尔代夫潜水团呢。嗯，难怪她送只潜水表给你，原来她有阴谋的。哈，你，阿月，嗯，参茶好不好喝？哇，正点啊！为了报答我老婆呢，一会儿陪你去看电影。不看了，街上人又多又热，还是留在家里吧。好，不是吧？难得星期六有一天假期，留在家里多浪费。是啊，不浪费，
哎，要装好电脑程式呢，我老公起码要用一个晚上的时间。我给你准备了最好的咖啡。喂，为什么要装电脑程式啊？因为我昨天晚上用完你的电脑把资料洗掉了。啊，嘿，都说女人不是好人了吗？一碰非死即伤啊。你说的太难听了吧，贱人。可不就是吗？难怪香港的女人呢、怎么嫁都嫁不出去啊，就是你这种人呢、在那里误导男人。他这种人就会耍嘴皮子。就是啊，女人不要你啊，你才说女人的坏话吗？可不是咯，我就偏偏不信他会不喜欢女人呢。是啊。哎，有个钱包啊，是谁的？喂，我来来来来，我的我。哇，这么紧张，里面有女人照片啊？你别乱来，我找了很久才找这张翠儿的照片。翠儿，我看看。哇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20块钱，还有一张马的简报。哎，别碰翠儿。他就是翠儿。是啊，他就是本季身价最高的自购马，曾经在澳洲得过3冠马王，这季马王非他莫属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他是一匹母马，真好 ，beautiful， 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奇啊？这个城市呢是最新的，跟上次我们在天台玩的那个不一样。总之被大嘴强笑死了。还不是这样，笑都比别人难听。如果你看到这张相片，你一定会像我笑得这么难听。是谁啊？就是大嘴强的老婆。上次常州结婚，请你做兄弟的那个大嘴强，就是他。大嘴强在我们面前呢、一个劲儿的猛吹啊，说他老婆有多漂亮，多迷人。那我们几个兄弟赶紧去看看到底有多漂亮了。谁知道他老婆是猪排界功能组别代表、拜托你们不要这样嘛，人家说美丽有罪啊，可是难看没有罪的嘛。你就尽管笑吧，看什么时候报应在你身上。喂，干脆跟他玩玩这个通缉心上人的游戏吧，这样就知道他心上人是不是猪排了。好好好，有这么神奇吗？是啊，把你心目中理想对象的资料呢输进电脑里，等他分析完之后呢就会出现了。那试一次来看看。好的，好吧，二哥你先试。好啊。一定是喜欢那种扁鼻子黑黑瘦瘦的那种，对不对？哎，真是玉露啊。哇，灵啊。大哥到你了。我不玩。啊，为什么不玩？很灵的。是、你大哥玩不起。你说什么？你心里有鬼，你肯定是暗恋一个我们身边熟悉的人，所以你怕穿帮不敢玩，对吧？是谁呀？一定是家人公司里的。哎，那就是我们都认识的。哦，喂，到底是谁啊？是啊，各位观众，这个人就是艾杰，对不对？切，是怎么样？不怕我抢不过何伯。笑，那你呢？哎，他的品味这么差，他选的那个一定比大嘴强的还要差。闭嘴！没有嘉欣的双眼、白痴的鼻子、楚红的嘴、青霞的下巴，还有曼玉的气质，怎么配得上我这个情场浪子呢？可以笑的话，不会哭。够了！搞定，怎么样？我已经把你刚才说的资料呢输进电脑里了，看看会不会走出一只什么怪兽。哎呀，宕机了！你那个未来猪盘女友是什么怪兽啊，害得我的电脑都坏了。可不是，还用看吗？能做他女朋友肯定是那种人了。喝甜汤啦、来喝甜汤了。哎，等会儿我要找人来修了，我看看。嘿，怎么不说你的电脑 out。 哎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不是，我说没事才怪呢。拔插头啊！喂，你们搞错，你这么拔插头，电脑会坏的。坏了就买新的了。哎呀，我要上厕所了。哎呦，早啊，靓妞。哇，为什么今天这么开心啊？你知道今天有人不在吗？啊，有人不在了。嗯。糟了，月底了，我够不够钱给不进啊？啊，阿美的意思是 ，OK 姐请了病假，没人骂你了。总之 OK 姐不上班呢，就等于放大假，最开心的人一定是你。今天你可以尽情偷懒了。是啊，他不在简直是世界和平，香港光复。哎，一能凉粉相思美，正点。金哥，很贵的。好吧，我只吃半盒啊。糟了，没味儿。哎，每一粒都没味儿，你买假货啊你。什么？这盒就是你昨天那盒，你吃的说很好吃、啊。真的是昨天那盒？啊！为什么今天吃的嘴里没什么味儿呢？搞什么呀？哎呦！你的马镜掉了，撞死人了！什么马镜啊？
这期的古惑佬很好看的。为什么这期没暴力没色情？那是什么？美容？那真的邪门啊！会不会谁上个厕所就把邪气冲走了呢？为什么今天的感觉怪怪的呢？哇，为什么今天我的牛油吐司没味儿呢？我啊，这本杂志要100多块呢，但是连一件衣服都看不上。我不更惨，今天的妆啊怎么都不上粉？怎么你们三个的病症这么像 H5N1 呢？不一样，他们三个呢，因为心爱的人去旅行了，才患上严重的患得患失、心神恍惚的综合症，等着做怨妇吧。其实 OK 姐没上班，你应该开心才对。为什么你的反应总是怪怪的？哎，哦，对呀，啊，为什么 H5N1 会变成这样了？喂，你小子又干坏事？嘘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做的那些坏事又有谁不知道啊？不是吧？哼，云小姐一请假你就，你就造反了。那臭袜子挂在这里，啊，她一回来我一定投诉你。你千万别忘了。然后去哪儿送信呢？这么快送完了，这么早回公司，云影机会说我的。对啊，他今天没上班。想不到他样子很凶的。喂，你是不是找死？阿婆，你怎么推车的？你有没有驾照？阿婆，我是小姐啊。我还没嫁，怎么叫我阿婆呢？麻烦你来本古惑佬。喂，聚集正点。你看医生。什么病啊？啊，没病啊。小心。哎呀，你怎么不小心啊？好痛啊。艳遇几只。艳遇。一只就够了，你买这么多验孕包干什么呀？我不知道哪种好啊，多买几种安全点吧。对，真的有了。好像是啊。我最近呢又胖了，腰也硬了，又吃不下东西，还迟了没来呢。这也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每天上班都迟到啊。不是那个迟，是那个迟啊。喂，我真那么厉害，一次就中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本来我想去看医生的，但是又不敢进去。如果真的有了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！我宁愿死掉算了。喂，不用死，不用死。了不起，了不起！我们结婚啊！要我嫁给你，比死还惨呢！娶了你，一定被我的朋友笑死了。嫁给你，我一生的幸福就全完了。我这个情场浪子就这么完了？冤孽！上辈子欠他的报应。拿去，快去验验吧。到时间派彩了。第一支线。那啊是，勾就是有，叉就是没有啊。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勾就是有，叉就是没有，是什么？是圆圈。圆圈？为什么是圆圈呢？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失效了。再看第二只吧。看这。那这只说呢？蓝色就是有，粉红色就是没有，是什么？没颜色。没颜色？怎么会呢？刚才有没有打开胶片啊？怎么搞？第三只，是不能再错了啊！最后一只了啊！那这个呢？打开胶片，依足程序，应该准了。看看，恭喜！恭喜！那你不是说我有了？哦，又完了完了，这次完了完了！看清楚了。完了！恭喜你们没有搞出人命啊！你说什么？喂，恭喜，恭喜呢，就代表没宝宝；对不起，才代表有了。那就是没有宝宝了。
没有宝宝，没宝宝，没有宝宝。那么不用结婚了啊？是啊，你不用负责任娶我了。把这儿搞得乱七八糟的，我帮你收拾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嗯。喂喂喂。这边啊。OK 姐，你没事吧？病好了点了？没事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七上八下的不舒服。怎么了？公司裁员啊？不是啊，是你超级偶像名模阿抛来了。哎，阿抛，你过来。哎，这位呢是我们老板的秘书 OK 姐。我们还是先到样板房里去照一张相吧啊。喂，这个是不是 OK 姐啊？ OK 姐一直都把阿抛当偶像的吗？ OK 姐，你没事吧？刚才你的偶像阿抛出现了，你说他像香港理查基尔，你还说要是看见他就跟他照相，还有拿签名啊。刚才那么好的机会，你去当人家是透明的。是哦，是他吗？是啊，我怎么没看见啊？各位早上好。早。那天拍的照片呢，我已经洗出来了。哇，陈武哥的相机不错嘛。是啊，喂，不过这两张好像……哎，你肯定是不小心按了快门，两个都在做事。你看 H 文一和 OK 姐都没有看镜头，还洗了两张呢。可不是，没有啊，我是想叫陈武哥给每个人洗一张嘛，他看见有 H 文一和 OK 姐就给他们洗一张咯。但是 OK 姐和 H 文一都是火星撞地球啊， OK 姐你还要不要啊？当然不要了。那怎么办？你扔了吧。扔了，好吧。啊，先影印一份报价单。早。早。上班了。是啊，去过厕所了。闻到了？一点点。Sorry。我先做事了。好。对了，苏哥不是说有信要我送的吗？对啊，他说有信要麻烦你给他送到铜锣湾去，他刚刚去营业啊，要不你在这儿等他一会儿吧。什么事？这次我抓到你了。什么？我老是找不到我的打孔机，原来是你给我扔进垃圾桶里了。不好意思，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什么意思啊？阿基，怎么这么巧啊？好久不见了，你还在当你的大明星啊？哦，他就是以前你那个没出息的男朋友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多多指教。你不会英文的哦。我男朋友 Simon 呢，是外资公司的总经理，每年要交20多万的税呢。这么多啊？我还以为我甩了你你会发奋，你看你现在像什么呀？朽木就是朽木。幸好我走得快，要是我还跟着你的话，哼，不知道怎么办。这种没出息的人永远都不会有翻身的那一天。这几年我真的没做过什么，就是开了个时装公司，大陆有一间几百工人的制衣厂，年年交几百万利得税而已。哎，我不会英文没关系，我女朋友又漂亮又本事，哈佛你听过吧？哈尔滨佛教普利斯顿大学毕业的，现在所有生意我全交给他打理。对了，差点忘了，你以前是从事演艺界首屈一指的临时演员。哎，怎么你的演技还是那么差？是啊，编故事谁不会啊？
我还可以说我是美国总统，可是有人信吗？你怎么不说你住半山开过百万的名车啊？对了，董事长，你的名车呢？真死心不改。Roger， 叫谁呢？哎，你朋友啊 ，Roger。我是 Roger 女朋友 Kitty。嗨。Excuse me， Roger，你送给我那辆车的颜色呢？看来看去我还是不喜欢啊。啊？怎么那辆车是他送给你的？哦，是啊。要不这样吧，喷别的颜色吧。还喷来干什么呀？一会儿去车行，再买一辆不就行了？哎呀，你对我真的太好了！你看看你啊，整天穿着这个样子，要是碰见那种嫌贫爱富的人呐，又说你是地盘工人了。那才好呢！你知道我怕被人绑票吗？啊，对了 ，WC 那份 contract 呢？啊，美国那边已经签好了，就差你没签。这一笔呢，有500多万呢，你不要老是漫不经心、不在乎，快点签了吧。哎，有你帮我看着，我就放心了。就算我帮你看着，也要你签名才行嘛，董事长。嗯，签吧，这里。横看竖看，你刘景也不像有这么出色的女朋友啊。啊？你们不相信我是他女朋友啊？其实呢，我们很恩爱的。是。年底呢，我们就会结婚了。你心里有鬼，你肯定是暗恋一个在我们身边的银。是又怎么样？我只是怕，不怕。哎呀，他们三个那位现代人出了铁，出了严重的患得患失，精神分裂呀！原来你想把他扔进垃圾桶里啊？哎，不敢！